为什么有人犯了错误不愿意承认？为什么有人明明没错，却总把错往自己身上揽？很多时候，我经常在想，我做了很多决定，我真的对吗？我又真的错了吗？我总是后悔，好像这就是我的常态，每天一万个情绪，但来得快，也去得快。接着又是反反复复。血量上来看的话是，我想我难过的是什么呢？或许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活得迷迷糊糊，这会是一场梦吗？或许等梦醒来，我就活在我理想中的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我真的是个很奇怪的人吧？奇怪的思维，奇怪的想法，可同时。